确实是在努力，非常努力，非常努力，非常努力。你就给邓超 ，yes。好，现在我们请超哥去接你的 B 女生，接那 B 女生和她的八只猫。好。特别兴奋，不知道为什么总有种冥冥的感觉。需要帮忙吗？需要帮忙吗？你好，好像你还欠两个20分的硬币。OK， 你欠我两个20分的硬币怎么办？那只能先记下你的电话，然后以后再还给你了。扣，欢迎你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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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冥冥之中，浩哥好。Nice to meet you。哎呦呦，这真的是爷孙组合啊！其实不管你们谁配上组合，都是爷孙的。下车。我一下子全部都得罪。你有毒哎！我发现。所以你现在跟我在一起组队，还是不是很开心吗？开心了，爸。没有了。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从你要选择他那个阴影中给缓过来。你开玩笑的吧？我说真的。难受。我告诉你个秘密啊，刚才我看见索蒂娜姐姐，我说哎，我说你跟谁一组啊？她表示陈赫。你看租了牌耶。哎，你们的菜比我们好哎，离我们这个区域远一点好吗？肯定吃不了，太多了。走开啊！不好吃，我给你，我给你。不能给，不能给。没事，沈琳娜，你要吃不掉呢，我可以帮你。给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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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。蘸这个，好好吃哦，真好吃。完了，崩盘了，就崩盘了，我告诉你，垮了。要不然你坐过去。没有啦。猪排太咸了。不咸啊，好吃。加我不会喜欢你喜欢吃的口味的。你会喜欢了，我们都是吃货嘛，你知道的。